研究老师的舞马、啊。所以说，像拳击这门课，其实帮助真的很多。等于说足足翻将近六年的时间都在学习到现在，对，六年来都完全不中断，没有中断过。对，专业还有可爱的同学一起运动的感觉真好。学习的话，你都比较的轻快活泼跳舞。甩拳当然也有，但